欢爱心的人那么多，我一定要呼吁。这次的演绎我非常感动，尤其像从骨髓捐赠、大体捐赠，那一直到建学校，上人所带领的慈济的师兄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在58年间，这么伟大了不起的成就就在我眼前。哦，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很难去理解经文的意义，可是借着这次的演绎，我终于了解上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让我们去深刻体验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。我每次看到上人要捐医院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出一点力量。然后又看到上人为了那些，像有一个是骨髓的人，他说我要活下去，很多病人都想活下去，上人就成立骨髓捐赠的资料库。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慈济这个金藏演义能够在其他的人能够看到，我真的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慈济在做什么，而我们的慈济的在慈济工作的同仁也能看到我们慈济在做什么。我们慈济不是因为有了这些医师而了不起，而是因为是有上人建了这些医院。咱新店这间病院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啦，这种无法度去形容。那在想过去那个时代，大家来劝募要盖医院，很用心。所以我曾经跟院长说：“好，院长啊，你就替我爱护这些慈济人哦，这些资深的慈济人呐，为这医院付出很多。”应该要说四大事业他们呢都是付出，我真的是很感恩。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兄师姐跟上人说：“上人，我们没有钱啊，这个很难啊。”上人总是就是慢慢的微微的说：“我不知道钱在哪里，但是我知道爱在哪里。”所以上人说：“信己无私，信人有爱。”听我们医院同仁在分享，那也非常的感动了。那因为这次我也有参加了，我也有入场。其实一个开始的时候，他们都跟我问说：“你怎么有可能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，你没让我试看看，你如果知道我有多少没多少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常常脚怎样，都会怎样。”报告上人，我现在比以前身体好了好几倍。因为有录音叫做三个月以来不断的在操练在操练的训练，自己的身体比较好像都筋骨反而比以前更加灵活。这就是我这一次真正录音站那感受那收获最多的，跟上人报告，同时也非常感恩我们医院。这无极寺的实际也是菩萨咯，他那种在这块土地要开始在顾这块地，在那样简陋的地方，这一群人都是呢底下守护，还要就亲像在做工同样清扫整理这块土地，可以用到这种是环境真好，大家人就会来了，菩萨现身说法，就是劝募，募人募心又募款。所以说起来，这间病院，我若来到新店，看到他们，我就会感觉，是啊，我的心点在这，所以我们新店的歌
我的心点在这，所以呢，心点心点，把咱这个所在，不只是跟那病人救生命，真正的很有爱的医院，这个爱呢，开始就是被他们爱出来的，所以很感动，也是很感恩。要说的一个感恩呐、啊，我爱点阿公哦，难以言喻。这要对多位讲起，不过呢，看个听，我们的医王与菩萨真正的达到了。我一直说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咱心电美意真正是做到啊！要守护这地区啦的健康，要守护这个大地区啦的爱，生命拢做到啦。两三年前，那个疫情刚开始，我们呢总是勇于承担，来者不拒，重视的修医院哦，守护了生命，守护了健康。那这一念呢、啊，就是爱。所以哦，很感恩啊，希望讲哦。那你慈济人莫忘那一年，两三年前那一年，也要跟我们的委员会员呐、啊，我那爱跟人互动，因为您心点底下，心点呢，那你医疗安怎做？大家人的心安怎爱？为咱的地区安怎付出？所以吼、哦，要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道理再好啦，多少人呢？循规踏矩行伫这条路里，但是无人讲啊。社会有真多乱窜，因无人知。我们要把典范呢？都弘扬出来，这个叫弘扬佛法，这也叫做佛法啦。所以我们呢，有好的都要跟大家人分享。虽然咱干那简单讲咱家己，这对全球吼、哦、也是感觉我们的这个医院呢是充满了爱。彼此呢，迄、那个心呐、啊，心点伫遮，大家人的心呐、啊，安尼归个挂来伫遮。所以咱的本意，真的吼、哦，是很真、很真、很诚、很爱、很有大爱的医疗。天天呐、啊，我拢是真安心。不是只有台北，咱现在是八个病院，不管在山顶里或者是乡下，那老人很多，双老相依，不然是孤独老人，他们出不来，我们的医王白衣大师会去。所以说我真感恩这一两心起来，千万心的汇合起来，这千万的心啊，那叫做爱。所以讲，几十年来，我安尼一直一直自我生命盘点，感觉讲哦，很有对生命的充满感恩。
我自己对生命充满感恩，这就是因为缘，我都一直说缘啊，众志成城，大家人讲一个心愿，这叫做缘，无缘听不到咱的声，无缘无法度跟咱相会故，所以因为有缘，所以看到欢喜啦。我甲师父足有缘呢，我自然呢都一直想要付出，所以讲真的是很感恩，有这么多的菩萨在响应啊，以身作则，所以可以让这人间的事业啦，菩萨的人间呐、展现的那样的美，很感动。